我跟您说，我没说瞎话，他们家是大户人家，鼓楼有套三进的四合院，怎么样？胸膛瓦舍跟这儿住着，是啊，好家伙，这屋里边东厢房西厢房，正房五间为上，前厨廊后厨大，东西厢房东西配房东西耳房，我们家那房他盖的，东合院厨房带茅房，西合院茅房带厨房，你要吃完怎么办？讲究大户人家，哎，我这一回头看院里边支着一架子，嗯，架子上横着有根棍儿，棍儿上落了一鸟。他们家养鸟，我心看不是鸟，这是鹰，养了一只鹦鹉，鹰爪子这儿带这么串铃子，甭问，百岁了。是为什么呢？这个鹰啊，过百岁的时候，你们哥几个商量，给他买点什么呢？给打了这么串铃子，就祝愿他呀长命百岁，免灾避难。这是你哥几个疼的鹰，你们哥几个有病。我能该送一万，怎么的了？这是，还住院鹰，这百岁儿，对他长命百岁，谁长命百岁？跟龟一样，鹰当龟呀、啊？没听说过，我懂不懂？你问，这不你说的什么呀？那鹰那爪子上带的那不叫岁儿灵，那叫那叫引人灵。怎么又改引人灵了？哎呦，不是我改的，他就叫这灵的，你这。我跟你讲，你去把我急死你妹子！哎呀，脑袋嗡嗡的，一时一变，我这心蛋蹦的。你听我妈刚跟你说啊，让我喘口气。你喘不了气了，我怎么又还忍人家？这鹰啊，它不是我的，知道吗？谁的呀？我们老爷，我爸爸的。你爸爸的鹰？哎，他干嘛？我爸老北京啊，老北京，哎，好玩鹰，你知道吗？你这在何辙啊？巧合吗？这不是？老北京爱玩鹰，喜欢这东西干嘛？打猎使的呀？拿它拿鹰打猎？哎，不是说拿回来你就打猎去，不是？那玩意儿刚买回来，得调教它，那玩意儿性大。刚弄回来性大，哎，刚买回来那有野性啊，就调教它，调教。三天三夜不给吃不给喝，不给吃的。要是吃，给点什么呢？给点拔豆。我多损，听跑的拉屎。哎呀，让我难受死了，能让我来点谢灵啊？老海豚啊，鹰都知道谢灵了，就为了刮他那长油，为了刮，就为让他难受。哦，不但不给吃，还不让他睡，还不能让睡觉。那鹰稍微一迷糊，这眼儿一耷了，赶紧拿棍捅他一下，拿棍捅他，当时就机灵。三天过去之后，这怎么着有学名？这鹰啊，就算熬得了，这叫什么呀？这叫熬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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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这么大馅儿，熬鹰，懂个屁！熬得了鹰，熬得了之后，这鹰你就可以随便玩了，想怎么玩就想怎么玩怎么玩啊！那我父亲。就驾着这鹰上郊外打猎，呀，鹰出去打猎。郊外呀，那正野地，保不齐有野兔子。我爸老远发现今儿哦有野兔子了，怎么办？见兔子发鹰啊！我父亲一抖这手，这鹰飞出去，到那就把那兔子摁住，跟兔子们一搏斗。人家找去，他那铃铛可管用。你要没有这铃铛，那地儿啊。有蒿草，一人来高，看不见在哪儿。他一有这铃铛，咣啷咣啷咣啷一响，顺着这铃音就找过去了。到跟前儿，裤子捡起来，鹰架上溜溜达达回来了。知道吗？这叫引人铃，这叫引人铃。哎，你老北京爱玩鹰，你学的。还得有学问的，那当然有学问了。我这是正看这鹰呢，后边有人拍我。我回头一看，哟，认识谁呀？你媳妇儿，我大嫂子。哎，有日子没来，我这不是今儿来吗？还赶上我哥哥不在家。说这话呀，你媳妇儿这头发盘起来，金簪蝶啊，这簪子中间有一朵小金花，小金花最中间有这么一颗铃铛，甭问，引人铃。
么呢？你知道吗？这媳妇儿不是你的，媳妇儿是你爸的。这媳妇儿刚娶回来的时候性子大，你得三天三夜不给她饭吃，给饭吃也行，给她扒肚子，就为了刮了她这肠子窝。哎，而且不能跟她睡觉，只要一脸拿棍儿捅她一下，棍儿就捅她，别捅她，一捅她就机灵了。这有个学名，这叫熬邪门。等这邪门熬得了，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，这就很成功啊。你爸爸偷你打猎，嫁你媳妇儿，北京还有郊外，到了郊外宝鸡有野兔，还看见野兔子。老话说得好啊，见兔子撒媳妇儿，老北京爱玩媳妇儿。你爸一抖手把你媳妇儿就打，媳妇儿就把你兔子给摁住，媳妇儿跟这兔子搏斗。哎，这名字管用了，因为这郊外一人来高的蒿草啊，名字要不响，你爸爸找不着你媳妇在哪个草垛里。名字一响，你爸爸就抓着兔子压着你媳妇就回去了。老北京爱玩媳妇，这叫点人灵啊。那也没有玩儿媳妇儿，老北京，哎呀，哎呀。